你听见了什么？你想听见什么？人应该只会听到自己想听见的吧。学别人心碎的话，织一串美丽的花，转染热泪，占据长啸排行。那些相约是心酸，情节越曲折刁钻，疗效越强，人们就爱这样。就算谁管作者的孤将沉默黯淡的疤，渲染出鲜艳的花，好让渴望得以靠近希望。有些痛越是隐瞒，心发作越野蛮，天就快亮，埋头去赶空荡。
我们现在在谁的梦里呢？